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开箱的呢是这个顺治造型的巧克力饼干。那它正面是长这样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旁边。好，这个是明治这个牌子的商品。好，这里有它的校旗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背面。这个是它盒子的背面。好，那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。它这边有这个开口，我们直接这样子打开。好，它这个里头是一个这样子的包装。好，我们打开来看一下。好，那他是说按照这个箭头的方向可以打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看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打开了。好，里头是长这样子，顺子造型，它外面是巧克力，那里头呢包的是饼干。看一下里面，它里面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笋子造型的巧克力饼干的开箱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忙个喜欢，也欢迎订阅、留言跟分享。还有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